Xinjiang Naan Buns 肉。师傅，这个是牛肉还是羊肉？这个是羊肉啊，羊肉的啊，外边是牛肉。现在是多少钱一个？16一个。对，牛肉羊肉一样钱？一样的，180。180克啊，180克，三两半，800多个，然后乘16，一天就是16000。哇塞，两把剪刀，你看这动作多么的帅气和潇洒。这是脆皮肉丸，现在开始加水，叫水汽蒸发，让肉丸里边再充满吸满这个水分，吃的时候啊，就是肉汁儿、汤汁儿、油汁儿全部融合在这个馕包肉上面，馕在上面放着，第一馕会变热，第二馕上面会吸满这个肉汁儿。哇，这感觉你们看了，馕包肉，馕包肉，馕和肉的重要性是一样的啊！盖上锅盖，这个馕又给蒸了20分钟，馕就要出锅，然后吸上汤汁儿，口感更好。换新手机了，挺贵吧？不贵啊，这是我在转转买的二手苹果15 Pro， 比新机便宜了2000多，省下来的钱都能吃好多顿大餐了。而且转转是个官方也二手平台，每台手机都经过工程师全面检验，比一般的二手靠谱。上面的平板也挺划算的，推荐大家也去转转。这是个牛肉，哎，再来一个羊肉，完美。啊，肉已经都炖的这种软烂入味儿，这是孜然吗？要撒撒撒，漂亮。好，上桌。这个是个羊肉的，你看，哇，肥美的羊肉，很香很香的，一块是整整3.5两的肉，大块吃肉。